所以呢，我们直接跳到第三组报名的朋友，伊娜弹吉他，是不是也是风？不是哎、欸，是真正的伊娜哎、欸，我以为也是丰田国中的学生哎、欸。丰田国中，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你知道谁也是丰田国中的吗？台东有非常有名的歌手，我记得他是啦、啊，张惠妹他们的学弟妹。你们有想要当张惠妹吗？还是想要当别的？谁？罗志祥哦。看你们啦、啊，你们想，哎，你是伊娜的儿子，哈哈。伊娜，哦，天哪，妈妈跟孩子一起演出，非常的厉害哎。看不清楚，你也可以后退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没关系，这样子，哦，那个灯光的关系。天哪！都看到你们的歌曲了，所以是伊娜要弹吉他是不是？天哪，儿子怎么不弹呢？哦，先过母亲节，好哎、欸。哦，我们哎、欸，好，你们是第一次同台演出吗？天哪，第一次就献给大家，献给莲花村，非常的。感动，你们这个节目就是非常的有趣。你不知道上台的人他们的演出的类型啊，或者是他们从哪里来，就是非常的可爱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伊娜跟伊娜的儿子，准备好了。你们都是台东人吗？台东人。好、哦。大家好。好。我是阿美族，不要，我叫不要。好。来好。来好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哦，好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，他叫比耀嘛，然后我是仰文，然后我现在是一个物理治疗师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keyboard 手叫做斯马里奥，他是我的学长这样，然后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毕业，然后我现在在台东服务，但我现在呢，我没有在医院，我现在是在一个健身房，然后我主要做的是肌力训练跟一些疼痛处理这样子。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有什么酸痛啊，可以找我啊，复健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是伊娜的歌哦，好，我们就交给她。我唱这首《安娜达》是我们这一辈的哈。
小桥头的公公说，你母亲花儿与你不怕火热，你有一路干白，我有三个干杯，那啥用啊，我没我在回有你耶、yeah, 唱完了，谢谢大家唱的好不好？好、啊、哇塞，太厉害了。